对，中视汪集团这一次特别到屏东来，那么针对受灾户中的中低收入户，希望能及时送给他们每户1000元，这寒冬送暖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被秉承汪汪集团这个本意，尽速的把它送到中低收入手上。那过去中低收入都有一定的建档，所以已经都有账户，我们很快就会把它汇进到他的账户里面。那汪汪集团放心，尽快给他完成。交代，特别是在春节前就能够进账，那我们一定会做到。就在春节，大概要发几户呢？我们在屏东县。对，大概有1600户左右，那么1600户左右，每户5000元。那据说还有捐2部那个救护车。这些有2部救护车，那么现在我们特别是用在边远地区，能够及时能够把医疗物资、救灾物资、医疗物资送到，这也是非常好的。一政科的科长去向中视集团报告之后，就立刻得到这么好的回应，非常感谢。好。